咱来做个竞猜，第一个币谁赢？谁先开壶啊？成龙还是小孩？赢了就有机会晋级，输了就被淘汰。嗨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捧场之时，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拳皇九八的顶级高手对决，两位话题人物，九八的流量人物，一批啊卧龙鼻祖，二批是导师小孩。现在是2020年4月23号晚上的10:40了。这场比赛是来自咱们直播间粉丝赞助的比赛，总奖金是50000元人民币，冠军20000，亚军10000。两位玩家也是为了冠亚军，为了这个20000块而奋斗啊。不过两人都是一胜一负的一个比赛，现在是8进4的 A 组的比赛。这种短盘局啊会非常刺激啊，因为是抢三的，抢三局对于慢热行为玩家是一种考验。现在小孩的首发是神乐千鹤，鼻祖的首发神乐已经没有了，中间是上了不知火舞，好在不知火舞一脚踹飞了小孩的神乐。冠军还有价值啊，还有 iPhone Max 手机或者是同等价值的一台电脑的一个最佳奖励啊，冠军啊，还有一台苹果11 Max 版本的顶配手机一部或者是同等价值的电脑，冠军啊，额外有一个最佳奖励的。嗯，咱们直播间的大佬赞助的，对。还没有站榜的小伙伴可以站一下今天晚上百人榜单啊。欢迎阿文1980加入咱们的粉团，欢迎阿文1980啊，欢迎好朋友，感谢你支持。对，现金20000，再加上10000块的实物奖励，一共说冠军就是30000的奖励。小黑说蓝翔有教打九八的吗？怎么这么屌啊。好了，那这边的话是比分是0-1，小孩抢先拿下第一分啊，抢三的。你猜对了吗？谁猜对的话打个一啊。OK， 大家来，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捧场支持。现在比赛是成龙双方开始开助词加气，现在小孩抢先把自己的气加上一颗。我龙虽然把气加满了，但是他的血量已经废掉一半了。欢迎三只松鼠兄弟来了，晚上好松鼠。你来的刚好啊。正是精彩的比赛。火龙现在被小孩牵制住了，小孩这里套路套他一个雀斑助词。
大口在 B 组，现在是 A 组的比赛啊。今天晚上的比赛大家要熬夜看了，因为确实比较精彩。守塔了啊，兄弟们守塔，欢迎浩宝贝0701加入咱们粉团，欢迎台台，晚上好。开播就来了，正是吧，你要多冒泡啊，因为弹幕比较多，很难会照顾到大家啊。谢谢南雨的药。感谢颜值无理的药，感谢寻江的黑凤梨。我靠，被偷了，给咱们寻江料大佬刷一个69啊，谢谢寻江料的黑凤梨。小孩对成龙比赌，哎，成龙刚 CD 了，机会来了，我龙加油！我龙现在也是打得比较的拼，完全一改平日的作风了。现在我龙打得很凶猛，他也只是最后一个人了，没有办法。这场比赛决定他们两个人谁能走到下一局。赢了就晋级啊，输了就被淘汰。好，下盘三点确认一个手刀。那现在小孩又劝返一次，屌丝之言，小孩打对成功，结果还有三段波多爷起身牵制，哇，两秒，小孩 AB 回来蹭龙，结果小孩抢先拿到赛点，0-2。哎呀，我龙妈的好气啊，我龙要开会了，如果说这把输了，我龙要开会了。欢迎于凯婷加入咱们粉团啊。又被活捉了啊，武龙又被活捉了。小孩活捉了成龙两次了。好了，大家晚上好，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朋友，大家可以主播点关注啊，支持一下咱们的小众游戏小主播。大家晚上，现在比赛是成龙对小孩，0-2，输了被淘汰，赢了还有机会拿20000。根据胜负，根据你的战绩啊，胜负。好了，咱们来回头看看这场比赛。如果说大家是第一次刷到咱们这个直播间，大家可以主播点关注。现在比赛是成龙对小孩的赛点局，小孩的首发时了已经没有了，只能靠克里斯。成龙现在是利用自己不知火舞，这个把小孩打到了只剩了两个血量了。蓝翔是赛50，对。好，滴滴反击。小孩被成龙牵制住完了，这个 BCD 确认一个吊狙，滑铲，再次滑铲，小孩又是玩漂亮，这个三次滑铲空血翻盘，给小孩点个赞啊，哇，这真的是大心脏。这个三个滑铲给我龙的心态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了。成龙要加油，成龙现在剩了一个麦卓，小孩只剩一个八神了，双方都是最后人，众手对空，
三个听手确认手刀呢，现在十二连之后小孩收拾首播。马塔迪，哎，这个圣龙奥的这是鬼啊，圣龙对空扛他们跑杀前锋，重手梦蛋巴斯女绝对，我操，哎呀可惜啊，妈的好气，成龙现在被小孩打了个3-0，成龙要开会了。